追求美女走错家门，她闺蜜误把我当成她男朋友。哎，这老陈呢？待会儿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咋了？那个他不是我对象，我不是他男朋友。那你怎么在他家？不是，待等等等等，这是我家。你家？啊，我家。二号楼三单元42。这是二单元，三单元在隔壁。嗯，对，你们走错了。是有点尴尬的。你等他醒会儿酒，醒点酒的吧。行啊，然后喝点水。打扰你一会儿，不好意思啊。我要喝酒啊，我下一个。哎呀，这咋的？哎，有人呢。哎，不是那个。不好意思，我要洗澡。你上哪儿洗澡啊？我上。不是，洗澡。你洗澡，他你车里有他那个换洗的衣服吗？有。他这样自己能行吗？应该没事吧。他这，不是他，快去看看。不是他为啥出去了呀？洗澡。不是。那我还不爱洗澡。你上楼道里洗啥澡啊？他确实有点火。不是他不喝也这样啊？没，他不喝比这还火呢。这还收着呢。啊，嗯，谁敲门？我家那打电话我接啊。不是你咋来了？那啥情况？那个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啥也没想，但我感觉你玩挺开心。不是，先玩吧，我先撤了啊。哎，做兄弟在心中啊。哎。为什么不记得？为什么？